你学 PS 如果还不会钢笔工具，那就白学了。它是抠图最好的工具之一。如果你对钢笔工具不是十分了解，那么这个视频肯定帮到你。先简单了解下 P 键是钢笔工具，在画面点几下就会画出直线，点住不松手再拉就是画出弧线，这些是锚点。这两段是操纵杆，钢笔工具一定要记住两个键 Ctrl 和 Alt 键。在钢笔工具上按住 Ctrl 键呢，就会变成小白工具，它可以调节这个锚点和操纵杆，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弧线的位置。按住 Alt 键呢，就会变成转换点工具，可以单独控制一边的操纵杆，也可以点击锚点来删除另一边的操纵杆。回到起点呢，就是闭合路径了， Ctrl 加回车就完成抠图了。接下来我们进行实际操作，直线先点两下，按 Shift 键是可以画出直线的。好，继续到了有弧度的位置，在弧度的另一边点住，然后往下拉出操纵杆，让弧线贴合产品的弧度。这个时候可以继续往下点，也可以按住 Alt 键的控制方向，或者直接点掉它。到了弧度位置，继续按刚才的方法点住往下拉，对好弧度之后呢，按住 Alt 键调节操纵杆，调操纵杆是为了下一步更好的前进。又到了弧度的位置，有些人呢他是喜欢这样抠图的，先在另一边点出直线，然后在中间增加一个锚点，再利用小白工具对好位置，这也是个好用的方法。我们接着往下走，沿着边缘轻轻拉出弧线，不断的调整。如果不调整呢，那我下一步拉出的线它是这种的，你无法控制它，所以要点掉它重新开始。再教大家一个技巧，点住锚点按空格键是可以移动它的位置的，抠图的时候呢可以往里边一点点，这样呢就不会有白边了。好了，检查一下这个位置，可以按住 Alt 键拉出两个锚点来调节。看到这里恭喜你，你已经完全掌握钢笔工具了，剩下的呢就是多去练习。最后 Ctrl 加回车生成选区，你可以点击模板或者 Ctrl 加勾，大功告成。